参加春节任爷爷奶奶、爸妈奶奶、曹爹，谢谢你们，养育了我们，谢谢你们给了我们那么多爱，谢谢你们，给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很想你们。你们在天上，快快乐乐的，我们在地上也开开心心的。老汉儿，希望你管下老妈，让她不要发脾气。你下回她骂我，你就给她记梦嘛。你就哄下她嘛，要不她天天跟我骂，好恼火嘛。子这么懒哦，还挣不到钱，35岁了，咋办嘛？你说，你倒是在天地享福去。嘿，曹爹，听到没有？管下他。老汉儿，你管下我妈妈。他现在不得你来骂了，他天天按着我骂，把我脑壳都骂冰了。他现在死了啊，35岁了还挣。哎呀，老汉儿。老汉儿，你要少不少？哎呀，你看这是不是粑粑？冲那么风吹风了就是粑粑噻。哦，粑粑。粑粑粑粑。下来。臭的，下来。下来，管你女，管你臭女。一天到晚指人问懒哦。柳条内裤不洗，你管我？干胖了，哎，就是除了抱手机就是吃，啥子不动。这就是你的命啊！你只想得到1827年。我觉得应该你是你爸的福星，已经不错了噻。你看你爸在的时候，你啥子都多顺；你爸一走，你就啥子都不顺。人家算命的说你克我们两个，我克你。你记不记得陈香那个算命的，说你命太硬了，把我们俩克到了。生命好脆弱，你看你爸都走了9年了，哎，有什么多想你爸？哎呀！其实我觉得内心可能我对你爸感情还是多深，他都经常割舍不得。20多年了，开玩笑。30多年，我给你爸两个。
是有两个人一起成长的经历。原来我们两个好穷哟，在雪纺站，那个房子都破，天天供我们吃。走啊！走，我们要吃黄鳝。黄鳝可能都是养殖的。因为这儿又不采黄鳝，把它弄得好吃，然后火大。